温拿太极齐开 show， 阿伦少子超时罚款有得佢。温拿同埋太极两队乐队日前就为无线节目《欢乐满东华》演唱。谭咏麟透露啊，两队乐队将会喺1月7日开演唱会，而且系 live 转播，所以只演一场。问到阿伦届时会唔会超时，佢就笑住咁话。睇住嘅，失控嘅好多嘅，系啦。一场咧就冇仇报啊，真系，一场就系咁样去噶啦，罚死佢。唔紧要啦，大把，开心就得啦，罚有乜所谓啊，系咪先？此外，阿伦又表示已经为演唱会彩排咗一部分，佢更加笑指健仔尝试一改形象，将老人口水肩挂上颈啊。你睇健仔啦，健仔咧一改形象啊，佢攞佢嗰個老人嗰個口水簽，老人咁你送俾我，係啊，但係呢個10年前嘅仲攞咗嚟戴喎，梗唔係10年咧，舊年啫嘛，要睇翻，即係同温拿一樣咯，係啊，千載不變，越舊越純，千載不變，越舊越健仔嘅 fashion 同埋個髮型都係千載不變。